哎呦，哎呀妈呀！哎，乔家少爷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刚好要找一下丽文小姐，她在家吗？啊，对不住啊，我们家丽文小姐不在家的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你最后几点见到她呀？我不清楚啊。她有留下什么口信啊？说几点钟回来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乔少爷，你不会又要撺掇我家丽文小姐做什么吧？没不是不是。 我只是想见见他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哎呦，我好忙的，我帮不了你的。哎呀呀，就你把这封信交给丽文，啊，拜托了。哎呀，好的了，好的了。但是千万，千万别给丽阿姨知道，拜托了啊。哎，晓得了。那你就走吧。拜托了啊。好。哎。就前面右拐就行了。 小姐，信旗袍取回来了。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漂漂亮亮的，风风光光的到保长家。等到竞选结果一揭晓，我当上妇女代表，我看他们还谁敢小瞧我。嗯，那我把这个先送上去啊。哎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信？信？ 你大字不识一个，哪儿来的信？谁给你的？让你给谁？说呀！安娥，连你也欺负我了？你欺负我不认字是吗？小姐，我不敢的呀。这个是乔家二少爷让我转交给丽文小姐的。让你转交你就转交，你胳膊肘也往外拐了。 我没有啊！哎，居然还敢缠着丽文！你快出去，快出去！乔家老爷子正在外面散步，你帮我去捎个口信儿，请他有时间抽空务必到家里来坐坐。有些事情还没了结，有些话我当面说清楚。好的，快去，那我去了啊。 乔老爷，乔老爷，我叫您呢，我耳朵不好啊，你说话小声一点啊，我耳朵会痛的。啊，好的呀，我们家小姐啊，想请您到家里坐坐，她和您的事情啊还没有完呢。还没完？对的呀，我们家小姐啊，有些话想当面给你讲，您可以一定要来啊。啊，知道了。那我走了啊。 Thank you.
哎哎哎！ 乔先生，乔先生，我可以试试吗？这不是普通的游戏，这是拉丁方块。我知道啊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在每个横排、每个竖排和每个九宫格里面只能出现一次，对吗？黄小姐也会。 你试试，谢谢。完全正确。为什么您会？这句话我还想问乔先生呢。拉丁方块游戏还是我在念专校读会计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。 没有想到，你这样的大物理学家也会啊！回国之后，我就一直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跟我玩这个游戏，没想到今天碰到了。啊，您看看这个，你会吗？这个呀，就是把平面的方块变成立体的方块，难度虽然提高了，但是规则还没变。 对了吗？太棒了！等一下啊，这个完成了，您再看一看这个可不可以？嗯，你解一解。乔先生，这个待会儿再来解这个方块，现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商量。嗯，好吧。 科长，今天行宫队在议定盘公寓破获了一处中共联络点，但是我们的人赶到现场只剩下三个正在焚烧的文件，我们只拿到这些。另外，监听组也有汇报，他们监听到新信号出现，疑似中共的新工作电台，他们的发报的频率较高，发报时间也较长，大概有三个小时。具体位置是北起武定路，南至大西路，西至江苏路，东至胶州路，具体位置还在进一步锁定。地图。 把信号范围再说一遍。北起武定路，南至大西路，西至江苏路，东至胶州路。在这个区域有什么？有四名别墅，乡一坊，还有镇宁村。科长，黄立文那儿搞不好还真藏着电台。 巡抚和丽娜小姐的婚礼，太好了！我就一直说，舞女身份不应该阻碍他们的交往，婚礼我一定会出席。乔先生，我是想请您帮个忙，虽然。
这样很冒昧，但是眼下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想请您抽个时间跟我妹妹谈一谈。跟您妹妹谈什么？就是小年夜那一天，乌云府她回不了上海，我想让您告诉我妹妹，就说这是乌队长跟您说的。云府回不来？啊，我没有太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。最近云府并没有联系我，我也不知道工作有特殊的安排，我是不清楚的呀。我清楚啊，所以才请您代为转达。但是这个喜帖上面已经说好了，是小年夜他们要结婚，如果我跟费小姐说了这样的话，那婚礼不就作废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知道，为什么你不跟你妹妹直接说呢？因为小年夜乌队长回不来呀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乌队长告诉我的。那为什么费小姐不知道？因为乌队长来不及告诉丽娜，所以丽娜才会误会婚礼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才要及时去制止她，不然就会闹出大笑话来。乔先生，拜托你了。旁人来转告这样的事情，总归比不上当事人自己来说明好。为什么你不让云府自己给费小姐打电话澄清呢？不行的，乌队长他真的不方便呀。云府给费小姐解释为什么不方便？乔先生，你真的好像有十万个为什么啊。乌队长他是一个军人，他每天都有任务，甚至还要出战。他跟丽娜分开以后，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通上电话呀。黄小姐，你刚才在玩拉丁方块的时候思路非常的清晰，而你现在说话的逻辑却不通。云府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就算是有1%他要放弃自己婚礼，他应该自己去跟他的未婚妻说明，所以你的理由是不通的。黄小姐，如果你确实想让我去跟你妹妹说明状况，或者是澄清什么，你应该诚实地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我，以方便我来判断是否接受你的请求和如何实现你的请求。乔先生，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误会了，事情没有那么复杂。乌队长他就是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所以没有办法给我妹妹交代。云府来不及给丽娜小姐交代，却交代给了黄小姐您，这说明两点：一，云府跟黄小姐有特殊的关系；二，黄小姐你在撒谎。乔先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您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来？乔先生，您怀疑我的动机是吗？我是丽娜的亲姐姐，我怎么可能会破坏她的幸福啊？我现在来找你就是为了要保护他们两个，谁知道你会这么不通人情，自作聪明，蠢死了。我蠢死了，这不符合逻辑啊。科长，人手已招齐了，搜人搜屋等您一声令下。别急，这次千万别轻举妄动。科长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就是，黄立文的电台到底在哪儿你知道吗？是在他家还是另有隐匿的地点？在镇宁村，在香邑坊，还是在思明别墅，或是其他的小平房小宅邸，你清楚吗？一旦这次行动失败了，我们怎么向六爷交代？你们听好了，这次我要用的是分区停电的方法，也就是我会在不同的时间分别对镇宁村、香邑坊以及思明别墅进行断电，并同时用信号测试仪测试信号。分区停电的方法我只能用这一次，
所以机会宝贵，一旦发现电台，要在第一时间拿下证据，拿下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行动。是。是。科长，目标出现了。真的没走啊？有事吗？也没有。那我回家了。哎，等等。你能告诉我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吗？我这一惊一乍的，以为你走了，一会儿又发现你还没走，我这心脏疼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们是朋友一场吗？我今天走。不会是现在就走吧？我能送你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组织有安排，但不送远，我就送一程。那你就在这等我吧，我拿完行李就出来。好。科长，黄立文进屋了，乔志才在门口等他。小姐，刚刚帮丽娜送喜帖去了。啊，你说丽娜也真是的，到现在喜酒都定不下来。哦，福星楼的老板还催着让我们去看菜单呢，你要不先赶过去看一下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那我过去啊。被黄立文支走了，不管他。科长，还是没信号。信号一定会有的，只要检测到信号，马上行动。明白。皮肤啊，越来越差了。帮你擦点果油乳吧。哎呀，不服老不行了。现在啊，皱纹越来越多。No， 你看这儿，皱纹越来越深，我都不敢笑了，自己看着都讨厌。还有啊。眼睛也不亮了，我就平时画着眉毛啊，眉尾和眉峰都对不齐了，今天是不是也不对称啊？蛮好看的呀。妈妈要是变丑了，你可不许嫌弃啊。不会的，妈妈一直保养得这么好，怎么可能会老呢？再说这果本你用着，不是保养得蛮好的吗？就你会说。现在我不在乎这些。
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，和和美美不分开，我比什么都快活。还没擦完呢。不会再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管这个家了，也不会再管我了。别说话，一会儿涂外头了。哦，嗯，谁呀？这个时候来，哎呦，真是的，哎呦。真的就来了，不方便的话改天吧。方便方便，来来来，嗯，来这边。哎呀，乔伯伯好。你家娘姨给我送了口信，说你话要跟我谈谈。是啊。那乔伯伯，您跟我妈聊吧，我去外面逛逛。哎，李文啊，你别跑远啊，要不坐下来一块听吧。哦，不了不了，那个妈，您跟乔伯伯聊，我就在后面天井，有事您叫我。乔伯伯，我出去了。啊，好，进来了，门没关我就进来了。我爹怎么来你们家了？不知道呀，我行李都在楼上，他们要不撩门我都走不了了。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？什么信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让你们家娘姨给你的。完了完了，我爹肯定是因为这个事情被你妈叫来的。你没写什么不该写的吧？你妈怎么这么狠呢？啊，让我爹知道了之后，我就没办法活着回家了。你到底写什么了？我必须把信给找回来。哎，到底写什么了你？哎，不行，等我。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啊，一封信呀。你写的？你念一念就晓得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把信抢回来。亲爱的友人，思前想后，我觉得有些话应该告诉你。这些天我反反复复回味着我们共同的经历。不行，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自己洗白面。我们意外的冒险，我们侥幸脱离灾祸的快乐，还有我们对彼此忠心的信赖，我们一起
承受的流言蜚语，我总想到那一夜我们在一起。你把耳朵蒙住。不是你写给我的吗？为什么不能听啊？我爹读的那么声情并茂的，我就觉得不是我写的了。在你之前，从来没有人相信我的能力。在别人眼里，我不成大器，甚至我家人也把我看得一钱不值，觉得我处处不如人。我在家里常常待得透不过气来，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臭小子，却每次都更加狼狈。臭小子，这云上，这做什么不念啦？这不是你写给我的信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是我写的啦？那不是你写的，谁写的？又做什么要让我念？喏，这上面的字迹你不眼熟吗？都什么时候，你妈还调戏我爹。这字迹啊，我看的倒是挺眼熟的，可是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是你家二公子乔志才送给我女儿丽文的，偷偷摸摸送的，是他的字迹没错吧？要不要回去啊？你爹看见生气了。你儿子几斤几两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他们两个的事情，我是不同意的。好不容易我劝说了丽文离开你儿子，现在可好，又写这么一封信来撩拨他，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云上，我看这其中啊，肯定有误会。这信字里行间，看不出有什么撩拨的意思。这不是撩拨，写这么长的信做什么呀？你儿子就是对我女儿有企图。你妈干嘛呀？我自己做的事一直教训我妈。云裳，我绝不是要给我家老二遮丑护短，而是这封信啊，实在算不得什么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男女之间也是可以做朋友的，交流互助，共同进步，这也是正正当当、健健康康的交际来往呀。依我看呢，这封信啊，离情书还远着呢。这都不算情书，那什么算情书呀？你刚才怎么念的？这上面分明写着什么"那一夜我们两个在一起"。你儿子都做了什么呀？这，你干嘛写的这么含含糊糊啊？让我怎么跟我妈解释清楚？我也不知道那个信会被你妈看见啊。那一夜 我写那么清楚干嘛？莫更，你当年就是这么接近我的，到最后我还是对我始乱终弃。我现在对你也没有别的期望了，你就管管你儿子，让他离我女儿远一点。云裳，这我做不到。这你都做不到？云裳，要是我家老二真喜欢你的女儿，那我今天表个态，我不反对他们两个来往。如果是两情相悦，我会支持。还是接受不到信号。黄立文都进去40分钟了，连乔志才也进去了。他在明处，咱们在暗处，他的不急，你急什么？等。太太，你还不出门呢？今晚的选举就要开始了。不去。就那个凌云社，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不够丢人现眼的。
那太太您，乔太太，乔太太，哎，桂芬，哎呦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，你还在这儿看报纸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了。不舒服嘛，就忍一忍喽，最多一个时辰的事。我昨天啊，都跟保长说了，说乔太太必须出席，他可没说个不字啊。哎呦，乔太太，大家都铺垫这么长时间了呀，你今天晚上要是不出现的话，大家都觉得你怕他嘞。就是呀，乔太太，你不会把代表就这样让给那个凌云上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我是真的有点不舒服啊。哎呦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一定要出现的呀。对呀，要不然你就让凌云上得意了呀。我们都是很支持你的呀。好好，这样，你们先去，我收拾收拾就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说好了，必须来啊！赶快去保长家，等你哦。放心放心，再见啊。莫更呀，莫更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儿子怎么能跟我家丽文比呢？我女儿有才有貌的，你儿子呢？黑市摆小摊糊口不说，他还坐过两年牢。云裳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，那都是弄堂里那些闲人无聊。我家老二确实是坐过牢，可他是被冤枉的。哪个坐牢出来不是说自己是冤枉的？云裳，我家老二是清白的，这一点别人不清楚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我三个儿子从小到大打骂最多的就是他，可我最亲近的也是他。我才不相信呢，你最宝贝的肯定是你家老三。非也非也，我家老三确实是天赋异禀，学问研究非常人所能比，可无奈不近人情。老大嘛，听话乖巧，无奈懦弱胆小。只有这个老二，尽管他调皮，他顽劣，可到了关键时候，全家靠不得别人，只能都靠着他。他就有本事把全家大大小小都扛在肩上，这别说其他孩子做不到，扪心自问，连我也做不到。那上次你们爷俩来，我也没见你有多喜欢他。那是因为为人父母的也难免会闹情绪，总是一家之主也难逃喜怒哀乐呀。谁烦躁的时候不想找个人出气？只是每次我都冲着他罢了，反正他慷慨大度，没心没肺，戳他几句他就受着，从来也不跟我红脸。可他心里，你听听他说的，说他在家里都待得透不过气来。要不是这封信，我哪会知道他也委屈。他坐牢是因为他遇人不淑，做生意被人陷害，这些我都明白。可我能跟他说什么？毕竟啊，我还放不下为父的那点尊严，还要读书人的那点脸面。云裳，现在都流行自由恋爱，不做些那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。我家老二对你女儿这么掏心窝子说话，可见你女儿也是善解人意安慰她的。如果他俩确确实实在交往，云裳，我请你不要插手阻拦，不要让我们上一辈的纠结影响到下一辈的幸福。你放心，乔志才虽说是我乔莫庚的儿子，可他跟我不一样，他比我年轻的时候有担当。有信号。
到我们难得姐妹们这么齐全在这边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来个集体投票，公开唱票的呀。然后我们就看看这个乔太太，她这个领小姐，三人票速度嘛，阿拉继续上你当代表呀，对不啦？好呀，好不啦？哎，同意吧，同意吧，现在同意吧，同意不啦？哎，同意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你们都同意了是不啦？同意，都同意。同意了呀。哎，哥们，领小姐哪能办啊？来了，领小姐定呢。来了是吧？是领小姐不啦？您来了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哎呦，来打他打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走过来。正好闹忙的辰光了。四明别墅停电。四明别墅区域停电。我时间来不及了，真带走了。你不想想你当年让我吃了多少苦，我还怎么敢把我女儿交给你儿子呀？怎么站起来了？云裳，我承认当年我处理的不好，可那时候我也只是个寻常少年，很多事情我不敢反抗，也无力去争吵。难道当年我就不是一个寻常少女？我敢做的，为何你不敢？你别听了，我该走了。再听一听。你别再给自己找理由。这是我爹最大的秘密。当年的事，你再怎么说也是圆不回来的，你就是欠我一份情，欠我一个道歉。云裳，我对你不是没有歉意的，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纵使我有歉意，又能如何呢？其实啊，我早就想把这些往事与你化解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。我把我的心情都写在信上，让我家老二交给你了。可现在看来，你并没有读那封信。我怎么读那些信啊？你忘了，你当年牵着我的手，发誓跟我讲，你要教我读书写字的。你还说我聪明，一学就会。为了你这些甜言蜜语，以后谁教我我都不肯学的。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大字不识，那些信我根本就读不懂。余生，好的，知道了。科长，四明别墅区域已经停电了，电台频率还有。我想去你的世界，翻过冰山，趟过了火焰，人爱蔓延，听儿奏弦。